风铃声哈，如果有看八点档的朋友就知道了，《幸福来了》的片尾曲啊，你跟我来欣赏这一首《风铃声》。老师很忙哦，要用不一样的乐器来呈现不一样的感觉。
《风铃声》啊。哎，刚才呢听着这轻快的音乐，我们就有一对年轻朋友就真的跳起舞来了耶！哇，就让我们觉得这首歌好幸福哦。尤其呢，哎，你讲可不可以用这种葫芦丝哈，还有二胡，还有这个顿杯鼓哦，这样还有这个铃鼓，等一下大家的合奏呢，让我们感觉很不一样。接下来老师要为大家带来。